也真正送去送到底就对了。结婚碰，你讲安怎？放心，我真有分寸。分寸是跟你讲的，伊可是来多谢关公的人气，卖了下盘英雄。我是因为多地讲到你来了，才想出来找你叙旧。顺便为飞庆书下，真一份心了，正是明明孤独。真敢讲，我拢也未讲完。唉，算了，看风采状况，要继续讲落去嘛真困难。我讲贾坤鹏啊，你想见我，哪会无事先来跟我参详？贾某是为了写风土志。这想见我总书，又不是听你所言才开口。看方总书的反应，应是旧色，不知这位怎样称呼？严啊，木李叔，从海色贾坤鹏，在此见过木兄。客套来客套去，对这个人来讲无用啦，伊又记不住人名。但我记得你，什么逍遥的？红逍遥啦！哎呦，你用记起这两字，比起先前进步，你是吃着什么药啊咯？无什么，只是顶书一别后，又见了一位以你名字类似的朋友。你又见着逍遥游？听讲伊运气已久，唔是所有人拢能找到伊。破败通信了十几年，伊跟我同款，拢是重情之人，亲自约我一见，都无意外。二十几年前，阴阳合中东西清啊，家无入有逆门七啊，我对这唔是真清楚。当年我离开多色时，还无处名号。你不是记性差，说不定是你袂记得咯。假无相信木兄的话，难得有像你这种初次见面就如此真诚的人。讲吉宣言是假无的座右铭，因此假无也想亲自一回逍遥游。木兄可好代为引荐？伊约我推荐的所在，唔是伊的居所，我无确定是何人在拄着伊，是何处呢？我忘却地名了，但应该也知晓要怎样行，要我带你去吗？这嘛，不用劳烦木兄，假无想要拜会合众。只要有缘再续，好吧。那风潇洒是风逍遥。哎，算了，贾坤鹏，咱行吧。真是趣味的人。那你叫错你的名字超过十摆，你就想要甲整咯。但看你风采赞同伊话，是真正想要甲伊成为朋友咯。有时阵记忆会随时间流逝而错的，尤其是原本不在乎的事情，会因为抹消细节，产生理所当然的错觉。先前往学中吧。